很像奥黛丽吗？你在跟他交往吗？也有一点喜欢，还是很喜欢，第一眼就被吸引了。你应该对他小心一点。怎么能小心自己的经纪人呢？你没发现他对你过度体贴吗？我看到欧若拉吓一大跳，小小年纪却不听导演的话。是海基哥他做错了，我发现导演不一定都对。黄妈妈，你现在是有意无意的偏袒他哎，你心疼他吗？哦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欧若拉公主全新2小时。